咱们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可以加一下粉丝团，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这里点个关注，这里加个粉丝团，亮一下灯牌啊。人品肯定要好呀，首先这个人人品好，素质好，懂得包容你，就这么说吧，他可以为了你拒绝所有暧昧，这个男的你就可以你就值得去托付终身。如果说他不敢为了你拒绝所有暧昧的这种人，最好不要去接触，也不要去了解，真的。谢谢，感谢我另一位荷花姐姐。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很多嘛，很多男的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好看就会看那个怎么样，就想着去搭讪别人或者怎么样，就是太多了，知道吧，见一个爱一个的太多了。你说的是小多吗？哎，你不要在这里无中生有，我是说要找男朋友就找这么一个，我没有说任何人。因为我们女孩子的话，你比如说你一旦认可一个人的话，你就会很容易付出真心，你就会对他，对吧，就是那种真心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但是男孩子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哥哥姐姐们。所以说呢，我们要不管找对象也好，找男朋友也好，我们都得去认真的去把关，认真的去了解，对不对，家人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你真正了解了这个人，了解透了，只要你发现这个人不值得你去付出真心，你发现这个人是三心二意的人，最好要早早的去远离，不要越陷越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家人们。如果说是这种的话，他不敢为了你拒绝所有暧昧的这种男人，最好不要去接触，要远离。谢谢，感谢前程。所以说呀，很多家人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的，我哪敢那么快结婚呀，首先我结婚，我肯定也得先去把关，先去了解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我才敢去嫁呀，要不然我盲目的结了婚，后面发现这个男的是三心二意，搞不好吵着吵着离婚，那受伤的是谁呀，受伤的是自己呀，对不对，找个对你好的，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找个对我好的。我结婚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过来玩的啊，但是现在说结婚还太过于早了，还早着呢。现在呢，先慢慢了解嘛，了解清楚嘛，了解好了就结婚嘛，不好的话就也没事呀，谁规定就是你谈个恋爱，你耍个朋友，你这辈子就只能跟一个人，对吧，那人家谈着谈着不合适，人家分手也正常呀，是不是，家人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规定就是你跟谁接触了你就必须给谁结婚或者在一起什么的，没有这种说法，那人家结了婚呢，还不是照样离婚呀。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啊，我叫宝，没什么。谢谢大家，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谢谢完成的心愿单。哎，咱们也可以完成一下这个任务，家人们。哎呦，我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我都没有完成过任务了，这个有什么东西呀、啊、这个是官方推荐的，我看一下。哦，有眼镜了，家人们，有眼镜了，有一个被完成了。对，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你们。离了结了离，离了又结，这样子名声不好，你说你对吧，哪怕你娶几个老婆或者你嫁几个男人都是不好的，对自己影响很大的。
明明哪怕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但是别人会在背后议论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谢谢我这个戴翠梅姐姐，谢谢，感谢姐姐，谢谢谢谢。对呀，所以说呀，有什么必要呢？觉得合适就在一起结婚，不合适就好聚好散嘛，是吧？谢谢，感谢我天天开心姐姐。对，咱们完成一下这个数据，这个心愿的那个，这个是心愿单还是任务表？点进去看，这是官方，哎，不是点的那个吗？这是官方自动设的啊！谢谢番姐。对呀，那人家，对吧？比如说你谈个恋爱，耍个朋友，合适了一起耍，不合适了分开，分手，那肯定是正常的呀。更何况人家那些结了婚的、有孩子的、生了孩子的，还是照样离婚呀，是不是？感谢我虔诚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杨子怡姐姐，谢谢橘子收到了，坏了是吧？坏了你要联系客服，可以退的啊，姐姐可以退的，谢谢梅花姐姐，谢谢姐姐，感谢姐姐，谢谢，谢谢为我完成的心愿单，谢谢为我完成的任务，感谢我芳姐，谢谢蓝欢宇，谢谢姐姐。哎，我发现有很多很多没见过的姐姐也在帮我完成呢。我们两个是朋友啊，我们两个是朋友。感谢我杨姐，我的也说到了，非常好吃。我跟你们讲，家人们，如果说谢晚酸姐姐，谢谢姐姐，谢谢梅花姐，谢谢大家，哇，一下子快被你们完成了这个心愿的这个任务啊，这里的任务。我跟你们讲，姐姐们。你们我刚说到了有坏的，有坏的，你们去联系客服，他会给你们包退的啊，给你们包退的，这个坏的必须要让他们赔的，懂了没有，家人们？谢我虔诚姐姐，感谢姐姐，谢谢谢谢。对，这个你们要去，你们不要觉得哎呀无所谓，怎么样？感谢吴姐，谢谢梅花姐。不是这样子的，姐姐们，谢谢香香姐姐。你们不要觉得是在我直播间里面买的，然后你们有点不好意思就将就了，不行，你们一定要去联系客服，然后叫他去退啊。不晓得他嘞，一个都没有坏，因为他那个单量比较多嘛，可能偶尔有几个坏的，那都是正常的。但你们要去联系客服，感谢月姐，谢谢，谢谢月姐，谢谢月姐。这个官方给我推的这个怎么那么多呀？谢微笑姐姐，谢谢谢谢谢谢。哇，已经有16个了，这里眼镜已经有16个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对，感谢我梅花姐姐，谢谢姐姐。换了5个，你换了5个的，你一定要去联系客服，他会给你包退的。谢我带刺的玫瑰，感谢姐姐的支持。谢谢我陈妹妹，谢谢，感谢我陈妹妹。你们一定要去联系客服啊，姐姐们，对，联系客服，然后他会给你包退的啊，都会退的。售后他们会管那个，我在直播间不能讲太多。谢我自由行走的花，谢谢。前面的英文我不认识，英文我不认识啊，不认识。真好吃，对，那个确实好吃。刘姐，感谢刘姐，刘阿姨，谢谢我芳姐。哎呦，我发现这个好像快完成了，是不是？还有多少个，家人们？还有多少个？看一下，对，你拍个照给他客服，你一定要去联系客服。谢我六月荷花姐姐，这些不能将就啊，这些不能将就。4-5个的他肯定要赔啊，他不赔都不行。兰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为我完成任务啊，谢谢大家为我完成任务。
我七个也是都很好吃，我有的坏了7个，有一单很好。7个的一定要去联系客服，那个订单里面你直接点进去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一定要去的，这个要去，不去不行。对，感谢我梅花姐，谢谢我梅花姐。完成了吗？哦，还没有还没有，我是看到那个谢我用户兰兰，谢谢，还差一点点。我刚刚看到是那个抖音完成了，然后我以为是这个完成了。谢谢我番茄，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啊，头有点痛，不知道怎么了。20多岁喽，26、7岁喽，26、7岁喽，年龄大喽。一天比一天大，一年比一年大，这个时间不等人啊，家人们，我的年龄也不等人啊。说的话都很好是吧？很好就可以啊。如果有坏的，你们就一定要去联系客服啊。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孤独的爱我。冷的吃太多了，也没有吃多少。我今天我也没有吃那个冰棍什么的，我也没吃。太难了。这个天气热的我难受，真的，说实话。一个没坏啊，一个没坏的好，有坏的一定要去联系客服啊。对，咱们把赞再点一下，家人们，咱把赞再点一下。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然后咱们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个任务完成一下就可以了啊，把任务完成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也差不了多少个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送的灯牌，谢谢你们，谢谢我楠姐，谢谢，晚上好，欢迎加入直播间，咱们进来的家人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感谢我楠姐。不，怎么那么多呀，楠姐？不，太多了太多了。哦，天哪！还有10几个就完成了，谢谢，感谢我番姐，谢谢番姐，谢谢我楠姐，谢谢楠姐，对对对对，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大家了。天哪，楠姐一下子弄了那么多，谢谢杨姐送的人气票。34、49还是多少个呀？34、49还剩34、49。谢谢蓝欢雨姐姐，我算一下啊，我算一下，家人们，我算一下，剩15个吗？还差十，应该没有差那么多吗？35、49。我差14个，我这个没上过学的人，这个数学什么都不好，算不出来。谢谢我楠姐，谢谢楠姐，谢谢大家的齐心协力啊，谢谢你们，谢谢快乐，感谢快乐，谢谢我楠姐，辛苦大家了。就十个了，40个了，还差9个。感谢我番姐，谢谢三峰，感谢楠姐，谢谢，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完成了，好了，不刷了，完成了，家人们，完成了，谢谢微笑姐，谢谢大家。
多的多了吧？哦哦哦，还哦，就差两个了，两个了。我看一下，再跳出来看一下，怎么点进去就不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点进去就不是。完成了没有，家人们？完成了没有？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看一下，因为我这边点进去又没有，它又没有出来那个，出来另外一个，什么什么掌管什么的。我点进去的话，就是那个什么掌管，就出来那个，没有出来那个。哦，两个是吧？哦，哎，又跳过去了，又跳过去了。哦，差两个是不是？谢谢我试试睡衣，谢谢我带刺的玫瑰，谢谢。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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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久都没有完成过了。他这个是不是自己设的，家人们？说实话，不是自己设的，是系统他自己给我设定的那个，不是我自己设的。对对对。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为我完成心愿单，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十个春花整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啊，那个太多了，那个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叫你们去那个，那个太多了，那个不完成没事啊，不完成没事。有人说你离过婚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说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因为在直播间里面的话，我不想去解释太多。那有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有人说那有人说这个地球它没有它就不转了，你也会信吗？对对对，直播间里面不需要去解释太多。别人的嘴我们管不了，家人们，我们就管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做好自己嘛，至少我们能做到我们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就可以了。你明天早点来。嗯，俺们是哪的吗？你是不是那个就是干妈呢？干妈这会儿应该在忙吧，因为七点半了嘛，是吃饭时间呀。刚刚也进直播间了，然后这会儿应该在忙。哇，我粉丝团有19800多个人，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家人们，我们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啊，咱们可以加一下这个，点进去加入一下粉丝团。干妈有点忙，对对对，大家理解一下嘛，我们要去理解一下，对吧？每个人都有忙的时候，是不是？嗯，我刚刚给大家带了批发嘛，然后就只有40单，然后被拍没有了。对，谢谢谢谢。
好了，家人们，那个我就先下播了啊，因为我要去吃饭，我要去我那个我叔叔家，我堂哥家去吃饭。那老不是我吧，老表。对，拍完了，下次有的时候再给你们上。老表。嗯。明天的话，我明天就吃了饭给你们直播，明天晚上吃了饭给你们直播，然后播得久一点，好不好？行不行，家人们？行的打也不行，明天就早一点给你们播。今天我就先吃饭去了。妈妈。